最欢乐的环节是在南西国小跟小朋友们一起跳他们的欢乐舞。大河舞的时候，仿佛跟他们一样天真，就是很久没这么放松过。我们大家去学他们的那个类似木板的敲锣打击。反正就是讲他们的工作的故事，这是他们的族语，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学习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语言。有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能量，也是让他们来拥抱，那个真的很温暖。